先咁講呢個，但係接引俾接引嚟嚟分啊嘛。我一听到政府咁急要嚟财委会打尖申请海洋公园嘅紧急拨款咧，我就以为系海洋公园嘅救命行动。再睇埋而家嗰个文件啲细节咧，原来系海洋公园嘅吊命行动。不是救命，是吊命而已。吊多久命呢？就是吊一年的命。好了，那就是很简单来说，我是有一个情意结，身为香港人，有一个香港的品牌，我当然希望可以一路延续下去啦。但是我看来看去都觉得，我们香港本身要搞这样的品牌，又没有庞大的影業有沒有其他方面的配套，到底長遠是有沒有法子生存下去呢？大家都知道迪士尼本身出身任何東西，他又拍片跟著小朋友啊成啊這樣世世代代傳下去的嘛。我們海洋如果是全世界只有這個地方，長遠是不生存到下去呢？好了，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如果純粹係一個個人嘅情意結，我都唔介意支持。但係個問題係咪不惜代價？咁所以咧，有三個問題一定要係商經局局長或者特區政府要回應咗我，我先至可以決定支唔支持呢50多億嘅。第一個問題就係佢而家個50多億係要嚟捱一年嘅時間嘅啫。好了，咁捱完一年嘅時間之後，我哋到時繼唔繼續玩，我哋而家唔知嘅。如果我哋繼續，如果我哋係唔繼續玩嘅話，仲有冇手尾呢？係咪嗰11億支付咗員工嘅薪酬貨一年，跟住還曬嗰啲貸款？我哋如果出咗啲50多億，捱咗一年。一年佢盡量去提供一個計劃，令到我本人有信心可以繼續嘅。咁佢提供到嘅話，咁就當然最好啦。提供唔到，到時我哋要畫條線嘅話，係咪就咁多咧？係咪50多億捱咗一年就算咧？定係到時仲有手尾咧？咁唔該你講埋啦。第二就係、是。如果我哋到時係繼續嘅，咁繼續嘅話咧，未來幾年直至到投資開始有回報，開始人流上升，未來嗰幾年肯定我自己本人100%相信，就一定冇可能賺錢噶啦。咁未來幾年，如果我哋繼續嘅話，預咗蝕嘅錢，直至到投資嗰、那個。基礎建設完成了之後呢，到底他們預計又要蝕多少錢，大家明白嗎？那這個數呢他又沒有給我的。好了，那第三就是當他答我第一個問題是玩了一年之後，如果不再繼續呢沒有收尾，那我就容易點決定這50多億支不支持。第二呢，如果他說這50多億扔下去之後，將來有一個計劃，那個計劃未來幾年呢蝕那個數呢，他證實得到呢是可以蓋得到的，而將來投資的回報可以追得回呢，那又令我心情好一點，或者信心大一點。但最大的問題呢，就是我最後一個問題了，就是人選。
各位，你哋知唔知道海洋公園賺錢嗰幾年，唔係淨係靠盛志文嘅，係盛志文知道一個咁嘅兼職主席絕對冇可能獨玩狂瀾、起死回生，佢係好需要一個有經驗嘅行政總裁。咁當年佢點做呢？佢係自己去美國揾獵頭公司，去揾美國主題公園其中最出色嘅人嚟做行政總裁。我相信大家仲記得一個人叫苗樂文嘅。苗樂文當時呢係佢嚟咗之後，海洋公園先至即係起死回生，亦都係咧盛志文走嘅時候咧，呢位先生就唔肯留低。咁唔知咩原因啦，可能覺得盛志文走咗之後咧，冇人同佢拍檔，冇翻呢啲咁嘅所謂鬼馬文化或者比較創意啲嘅一個空間嘅發展咧，佢就走咗去啦。咁所以海洋公園將來繼續，其中一個先決條件，呢、這個係講一年之後啦，一年之內佢提供一個計劃啦，必然就要係去即係外國嗰啲主題公園有經驗嗰啲，去揾翻一個咁嘅行政總裁翻到嚟，我先至會有信心嘅。咁苗樂文當年咧就喺美國幾間大嘅公司做過嘅 ，Northberry Farm 啦 ，Warner Brothers 啦，係大家睇到嘅業績，你哋唔信你上網去睇佢當年嗰啲威水嘢。佢走嘅時候好多人唔捨得佢嘅。咁而家我哋係咩人呢？係一個數佬，係一個睇數嘅人。香港係絕對冇咁嘅人才嘅。OK， 好啦。咁第二啦，咁啊主席嘅人選係點呢？主席嘅人選咧，我就覺得冇理由再翻炒揾翻盛志文啦。其實香港有好多都幾適合嘅人選，譬如有一個人我認識，係呢個前總商會主席印度裔嘅Harry Lala，Aaron Harry Lala， 中文應該係夏亞朗啩。咁佢而家係夏利里拉嘅家族嘅所謂接班人啦。我冇同佢傾過偈，我同佢唔係話十分之熟，但係覺得呢類咁嘅人係有創意。咁其實我哋又需要一個咧，即係主席咧，係一個地道香港人咧，又可以同一個外國請翻嚟嘅行政總裁咧夾得埋，先至有個 team， 又要真係諗闊啲，所謂 think out of the box 先得。咁所以而家咧。孔令誠咧就六月到期啦，到底新任主席係邊個我又唔知道。呢、這個新任主席係邊個，就其實又關乎將來個行政總裁係會得去揾啲咩人。咁如果呢兩個人而家十劃都未有一撇，政府又完全冇嘢講，要我去支持填呢個氹，填完之後咧，一年咧之後可能都冇得再繼續咧，我自己。就過不到自己那關了，所以政府必然要回應我這三個問題。第一和第二呢是計數的，如果他這樣都說不出的話呢，就是對不起了，我是沒有法子考慮支持。第三個呢，看他怎樣回應了，如果他說人選又未定啊，又怎樣又怎樣呢，那我真的很難。那搞下去即是什麼意思呢？是不是他不用說找到什麼人，但是到底孔令誠是不是一定不繼續，不繼續是不是他公開去香港找其他的人，還有行政總裁他是不是將來真的去找有主題公園背景的專業人士。那這些全部都不是港人的了，都是在外地做過的，是不是、那他不喜歡找美國人，就看其他國家有沒有類似的人的背景咯。咁所以呢三樣嘢咧，政府就必然要回應我先至認嘅。OK， 大致上就係咁樣。OK， 好。嗱，有關海洋公園而家要求咁樣撥款咧，政府嘅做法咧係形同勒索嘅。你如果真係咁緊急嘅事啊，你話六月就要破產啊咁。你五月十一號嚟同香港人講，一定要54億，冇54億咧就海洋公園啊，係咁先。但係呢個係一個不負責任嘅政府做法。而第二點咧就係海洋公園嘅虧蝕，
大家睇到嘅，有數睇到嘅。